大家新年好啊！在这里啊，祝大家元旦快乐，阖家幸福，工作顺利。时间过得真快啊，一转眼，二零二三年就飞快的过去了。二零二四年又是如此惹人厌的来到了，我有一种啊还没有过过的感觉。这一年里呢，我换了工作岗位，去到了很多不同的城市，认识了不少新的朋友。同时呢，我统计了一下，今年啊断断续续的总共做了七十多期的视频，发了几百条的微博。 总的来说，我个人还是比较满意的。虽然内容上呢，覆盖面比较庞杂，有关于新能源汽车的，有关于半导体的，有谈论 AI 发展的，也有一些涉及数码产品和互联网相关的一些观点的。但是其实呢，我内心自己啊是有一个小目标的，就是希望站在一个旁观者的视角，能够客观的、冷静的，如记录者一般的，去第一时间与大家分享我们当下科技发展中。 最关键也是最热门的一些最新的进展。新年来到，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五点，我整个嗓子还有点沙哑。趁着我女儿还没有起床，想和大家说点心里话，和大家分享和总结一下我这一年做视频、写文章的一些观察和脉络，与大家一起来回望2023年破局，2024年尝试去摸清未来中国科技发展的一些脉络。首先。 关于二零二三年，我想到的第一个关键词啊，就是内卷。中国人喜欢内卷，中国人啊也非常善于内卷。刚刚我还在看大家关于上期小米造车视频下面的评论，发现很多海外的观众都在感叹，内地实在是太卷了，什么都喜欢一窝蜂，连小米啊也开始做电动车了。我想说啊，何止是小米呢？其实啊，我们国内大多数的大厂。 多多少少都参与到了新能源汽车这一波改革和浪潮之中。阿里携上汽推出了自己汽车，腾讯成为了未来第一大股东，参与到了未来汽车的投资与运营。百度和吉利合作成立了极越，小米刚刚发布了北京自建厂生产的舒七轿跑，而华为汽车 BU 上个月正式宣布独立融资，与小康合作的大型豪华 SUV 问界 M9 啊。 也即将上市，而半导体行业的情况也是类似的：IT 转设计，车厂转碳化硅器件，地方转 fab，上游转高端设备，各方的资本大量涌入，产能叠加、并购、接盘、内卷，也同样是2023年中国半导体行业的一个主旋律。2023年有多达千家的国产 EDA 公司成立。 占到了全球 EDA 公司的数量的一半，不知道 Cadence 包括新思啊，看到了有何感想啊？包括 AI 行业也是一样，百模大战一触即发。据统计，自今年三月份百度发布对标 c h a t g p 的文心一言至今，国内累计上线了多达一百三十个大模型，甚至包括 OPPO、VIVO、华为、荣耀等手机厂商也纷纷表示也要加入做百亿。 千亿参数量的端侧大模型，包括动力电池、新能源、互联网等等等等，还有很多例子啊，我这里啊就不一一列举了。是的，为什么我们喜欢内卷呢？关于这个问题啊，我也一直在思考。一方面呢，我们属于东亚的农耕文明脉络，我们中国人骨子里面、啊、确实是非常勤劳肯干且爱学习的一个民族，确实啊，这种天然的。 撸起袖子就是干的精神，赋予了我们一种无与附加的自信感和执行力，这在全世界的民族中都是很少见的。另一方面呢，虽然我国人口众多，竞争非常激烈，但是总体的文化背景与教育环境又导致我们的企业家、工程师、管理者对于商业决策的判断与思维方式，往往又非常的同质化。 这进一步的使得我们的企业进入任何一个行业，只要商业模式一旦跑通，必然会争相涌入，规模之大，力度之猛，往往超乎大家的想象。新能源汽车如此，半导体行业同样如此。其实，在二零二三年中啊，我和大家的想法是一样的，曾经非常讨厌，甚至很反感内卷。我认为行业应该有规则，应该有规矩。 我认为大家其实可以各自守好自家的一亩三分地，分工合作、共赢，保持整体行业的利润，应该是一个常态。挖人、偷技术、互相水军攻击，应该坚决抵制。但是到了年末，我现在的想法有了一些转变。如果我们站在中国高端制造业崛起的整个过程来看， 在目前漂亮国科技制裁的大棒下，内卷其实呢，它又完全是无法避免的。就拿新能源汽车来说，如果我们还像做燃油车一样，一亩三分地，合资、包容、顾及、保守、犹犹豫豫，可能确实啊，可以保住一部分车企的利益，保住暂时的就业，失去的却永远可能是在这场新能源汽车惊涛骇浪的变革中。 中国车企真正崛起的一次机遇。我曾经是如此的讨厌内卷，但事实的结果呢？我看了一下数据，一至十一月份，中国汽车出口量已经达到了四百四十一点二万辆，与上年同期增长了多达六成。全年汽车出口量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一，已经啊成为定局。包括去年，我以为啊会被 LG 松下所追赶的动力电池。 宁德时代依然一骑绝尘，第三代 c p t 麒麟电池技术遥遥领先。比亚迪在今年五月份超过 LG 化学，以百分之十六点二的市占率，正式成为了全球第二。这些成绩，这些事实，又似乎啊告诉了我们一个不容反驳的真相：是的，我们要在全球高端制造业有所斩获、有所突破，能够立足从内卷的中国市场拼杀磨练。 突围似乎是一家中国企业磨练内功的一个绝佳的途径，其震慑力、其产品力、其决心是如此的强大，如此的让人信服。至于超越内卷，实现从内卷到雨后彩虹，二零二四年，我们要意识到高品质的内卷不是卷价格、卷市占率，而是卷技术、卷创新、卷对行业的深刻的理解。 我们要通过技术创新完成高端产品、高端产业的出海突围，这才是内卷的本质。是的，在二零二四年，我们应该继续加大对于知识产权的保护，让剽窃、抄袭的行为无处遁形，让违法者受到更加严厉的处罚，让原创和创新受到更多的呵护与尊重。同时，我们的企业家应该做好直面竞争的准备。 要学会尊重市场精神，学会接受消费者苛刻的审视，用技术、用产品创新来回馈消费者和国民对于你们的信任。继续投入暗地，坚持长期主义，而不是把过多的费用花在营销、造势、水军与车评是把评测平台广告投放上面。二零二四年，我们要理解内卷，并且超越内卷。我相信啊。 这会是接下来的另一个主旋律。然后第二点，过去二零二三年是动荡的一年，战争、冲突、贫富分化继续加剧，世界正在走向分裂，世界正在走向失控。五月份，德国及右翼的选择党在地区选举上获胜。上个月，疯狂的演说家米莱当选了阿根廷新一任的总统。明年，似乎啊，懂王又要卷土重来了。 在二零二三年中美科技竞争中，美国进一步收紧了 B I S 相关的条例，更多的公司被列入了实体清单。十二月三日，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再次强调，美国 A I 和半导体领域绝不允许中国追上。泛国家安全的概念被进一步滥用，民粹、仇恨、割裂，在进一步的让世界走向失控。这种不确定性。 也更加深刻的影响着全球科技行业的发展。在过去年，超预期的是啊，九月份 Mate 六零 Pro 搭载新麒麟，突如其来的上市，它代表着华为作为一家以通讯设备制造、智能手机 IC 设计为底色的通讯巨头，完成了向着半导体芯片设计制造方案提供，拥有自主关键技术和制造能力的一家全产业链 IDM 公司的重大转型。 意味着华为正式宣布，它已经两条腿正式踏入了半导体制造业的领域。行业的人都知道，从 EDA 软件到上百道工艺流程，这其中的复杂程度、工作量之巨大，换成任何一家公司都会选择放弃。而华为这种坚韧的意志和战斗品质，它似乎啊超越了我们对于事物的认识。而今年九千 S 的回归。 对于中国科技来说，是一剂强心针，也在精神上具有着重大的标志性的意义。而二零二四年必定也将会是这场科技精神中非常关键的一个节点时间，包括 HarmonyOS n e x t 纯鸿蒙之战即将上演，鸿蒙 PC 能否完成突围呢？WiFi 七下一代无线通讯技术标准之争，华为、中兴、高通、思科。 联发科各方利益正在激烈的斗争中，通用大模型能否跳出对于库档与开源的依赖呢？AI 算法能否走出模型自主呢？国产光刻机也正在进入攻坚落地的关键阶段，等等等等。是的，二零二四年会是充满挑战的一年，同时呢，也会是我们从科技发展中获得新机遇非常关键的一年。最后第三点。 今年在科技行业还有一件大事，就是中美互联网大厂都在纷纷大批量的裁员，用人成本大幅的缩减。即便是留下的员工，据了解啊，也面临着转岗和降薪的压力。有不少朋友私信问我，是不是互联网寒冬真的要来了呢？是否互联网这波大浪潮已经过去了呢？还有朋友感叹，可能是由于中美竞争的原因，又或者外部环境不好。 或者中国企业市盈率太低，政策不鼓励互联网平台经济啊，等等等等。实际上呢，如果你对科技发展逻辑啊有所了解，其实啊你不用感到任何的惊讶。那么，为什么各大互联网企业会集中在今年开始裁员呢？啊、呃，应该说是去年二零二三年开始裁员呢？是腾讯、谷歌、阿里财务状况恶化了吗？是微信直播电商不行了吗？ 一纸游戏新规影响真的这么大吗？实际上，这些啊都是表面上的事情。其实呢，真正的原因，本质上，互联网行业是非常典型的沙垒式行业。做互联网其实和搞基建很像，即在工程开展时需要大量的农民工规划、建设、落地，但是啊，一旦项目完成，人力的需求就会啊突然停止。工程项目部。 摇身一变，变成了物业管理部。软件行业同理，软件开发需要大量的人力财力，不断烧钱，赢者通吃。而实际的软件的运维，干过软件开发的朋友都知道，自身级维护维护是容不下那么多高薪的人才岗位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Meta 即便做 VR 不及预期，它依然要奋不顾身的投入 AI 行业。 即便是现金流如此爆表的苹果，也在为即将发布的微信破发愁。这也是为什么小米十四手机卖得相当不错，雷军还要赌上全部信誉压住新能源汽车。所以，我要告诉大家的是，某些互联网企业裁员是真的行业不行了吗？其实啊，大家心里都清楚。是的，人生一样，企业未尝不是呢。一家科技企业。 发展的本质一定是不断创新，不断的打山头、攻山头，寻找新的增长点，这才是核心。而一家企业领导人的意识、胆识能否放手一搏，才是决定公司命运的关键。所以，二零二四年，两条新的赛道正在形成。第一条，在半导体领域，我们已经逐步攻下了一些山头，而接下来一年，我们会像爆破手一样，一步一步。 形成新的战斗力。我们要意识到，半导体行业体量并不比互联网小。光台积电2023年 Q3 的营收就达到了多达190亿美元，可以承载7万多名高薪的工程师岗位，以及上千家周边的上下游的供应链企业。而全球前二十的半导体公司不仅比互联网行业多样性更强，同时还能提供更为细分的且稳定的就业的容量。 二零二四年，我们在 ICT 行业从组装会正式走向整个 IC 产业全产业链的一个整合。而第二条赛道，我认为在人工智能领域可以确定，AI 产业会是接下来几年百年一遇的一次重大的机遇。整个 AI 的大变革还处在非常早期的一个阶段。目前，OpenAI 的估值达到了一千亿美元。 而今年的营收预计啊超过十三亿美元，科大讯飞市值在大概一千亿人民币左右，预计今年的营收在两百亿上下。高情商的说法，我们的成长空间是巨大的；而低情商的说法，我们在 AI 方面的追赶目前还需要大家一起努力啊。二零二三年，我们各种国产大模型层出不穷，AI 的竞争毫无意外的。 从算力的竞争变成了可笑的电力与买卡之争。如此巨大的投入，然而需求端和供给端严重失衡，这是非常危险的。在二零二四年，原创算法上的创新已经迫在眉睫了。我们要努力走出自己的原生 AI 创新之路，要努力研发低能耗、低功耗、分布式的训练方法。毋庸置疑，在这场 AI 大变革之中，能够承载的整个行业的体量、财富、人才、机遇，也会是极为极为巨大的。那么时间差不多了，今天就和大家聊这么多。在这里啊，感谢大家一年以来对于我这个小 up 的支持，再次感谢啊大家的支持，祝大家新年快乐，明年大家一起加油。感谢大家的点赞，最后如果还没有关注我的频道的朋友，记得关注一下。 这对于我来说非常重要。那么，朋友们，我们下期视频再见。